寺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接着看长者的论文，由是已故，信心以上，发心悲之，妙慧万恨。总以佛有而为进修，不得别有。这个几句话了非常重要啊。我们一般学佛的人错就错在这里啊，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严重的误会，以为自己所想的、自己所领悟的都是正确的啊，而不知道啊错在哪里啊，这就一错到底，永远不能回头啊。由是义也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些道理啊，信心以上，这问题我们有没有信心？我相信每一位同学的人，我有信心信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如果你有信心，你就是摄信位的菩萨。信心以上呢，这个信心是初发心的，初信位的菩萨。我们有没有这信心呢？说实在话，没有。如果有这个信心，那我们就已经进入初信位了。啊，初信位所断的烦恼投宿，八十八品见惑断了。啊，知见是正确的。佛知佛见呐，这是信心呐。啊，信心以上就是初信以上，二信、三信、四信到十信，十信再上去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。等觉，前面讲六位啊，这信心以上啊，发心悲智，这是你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啊。妙慧万恨，通通是自己自性里头本来具足。啊，本来具足，现在迷失了。啊，真的把烦恼头一个关口突破了，得到信心不容易。说实在的话，
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，释迦牟尼佛末法第二个一千年，依照这些法门修学，初信位，你没有办法证得。你试想想看，三界八十八品见惑，你断尽了吗？八十八品见惑归纳为五大类。第一个是身见，你确实破了身见了吗？不再认为这个身是我，果然破身见，你就绝对不会利用这个身体造罪业。这身不是我，所以你就不可能用这个身去造罪业了。第二是边界，边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相对的。凡是相对的见解都是边界，真妄是相对的，邪正是相对的，善恶是相对的，苦乐是相对的。你们看看坛经，印宗法师向六祖请教，说你从黄梅来，五祖对禅定解脱，他老人家怎么个讲法？六祖回答他，禅定解脱是二法，二法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法。印宗听了服了，这叫正说。凡夫哪一个不落在两边？边见，现在科学家称之为相对论，相对就是边见。戒取见，非因执着是因，见取见非果执着是果。都是在因果里面产生错误见解。末后一个不属于前面四大类的邪见，错误的事情统统断掉了，才是信心现前啊。这信心是有标准的，不是说我们学了佛了，受了戒了，出了家了，不一定。从前李老师告诉我，那时候我刚刚受戒，受戒之后嘛，到台中去拜老师嘛，我还没有入门，还在门外，老师在里面看到，指着我，你要信佛了。你要信佛，说了好几句，你要信佛。我走到他面前，我也莫名其妙了。我出家两年才受戒，受了戒回来看老师，怎么叫我信佛？他叫我坐下来，告诉我，信佛不容易。有很多老和尚
学了一辈子，到死都不幸福，我这才恍然大悟。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！啊，佛给你讲的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你为什么做不到？不信嘛！你要相信，你通通做到啊！你不信啊，所以你做不到啊！你从这个地方你看信心啊，受了三皈你没做到，皈依佛是觉而不迷，你还是迷而不觉；皈依法是正而不邪，你还是行而不正；皈依僧，僧是静而不染，六根清净一尘不染，你还是染污啊！啊，赞叹你几句，好高兴的得意忘形；回报你几句，你懊恼几天。你哪来的静啊？哪来的性啊？你才晓得信心多难啊！那我们今天依靠什么呢？依靠经教。不依靠经教，你的正信从哪里来？你的那个信是迷信，不是真信。啊，迷，我信。啊，佛是什么不知道，教是什么不知道。啊，反正我信就行了。这迷信。啊，管不管用呢？不管用。不能解决问题。依靠经论的教诲，这个信叫正信。那为什么呢？经论是正法啊，依正法教诲呀，当然这个信是正信，不是真心。正信跟真心不一样啊。什么叫真心呢？正德之后是真心。我虽然依教修行，我还没有正过啊！啊，诸位要晓得，初信是正过啊。初信位是圣人，不是凡夫啊。正德初果，虽然你还没有出离六道轮回，决定不堕三途。这个是自己真有把握，一点都不迷惑了，啊，决定不堕三途。为什么不堕三途呢？他不造三途业了。阿赖耶里面虽然还有三途的种子，没有缘，啊，不造三途业，缘断掉。有因没有缘，果报不会现前。啊，起心动念呢，还有贪嗔痴，还有是非人我自私自利，不行啊，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学佛跟佛学是两把事，一定要辨别清楚。啊，学佛是什么？学习经教，没有去做。啊，佛学，学佛呢？学佛是真做。佛教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
啊，做到一定的程度，一定的时间，就豁然大悟啊，就契如，契如就叫真。啊，这个真的是小果，不是大的这个果，啊，所以小悟多少次，大悟多少次，才能够彻悟。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，他断烦恼的投诉跟小乘须陀洹相等，智慧不一样，智慧阿罗汉也不如他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长者在前面说得很好啊，从初信心，离世圆融，大器圆体，这就是说明初信位的菩萨智慧高啊。小乘虽然烦恼断了，智慧没开，这不一样。啊，大乘智慧开了，是大道心众生呐，大心凡夫啊。华严十种当机里头，这一种大心凡夫啊，他。有能力接受啊华严啊，得华严的受用，所以这是我们要晓得自性本具的慈悲智慧啊，万恨一定要依佛的教诲啊，二为进修不得别。你要不依佛陀的教诲，多半都是走向邪会，错了。啊，这是我们真正学佛的人不能不留意的，不能不知道的。学佛成就贵在老实啊，老老实实跟着一个老师依教奉行啊，老师的教诲百分之百的做到，你是个好学生，你才会有成就啊，无师自通，谭经里面说过，威应王佛前可以，威应王佛之后啊，无师自通的都是天魔外道。祖师说的，不是我讲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学佛离不开老师啊。啊，老师不在了，老师的教诲在，永远记在心里，念念的，一直依教奉行。我们才不至于走错路啊！啊，修净土，我的老师告诉我，决定要一直印光。
大师。印光大师在哪里？印光大师全集在啊，现在全集精装这么厚一本，七本，天天不能离开啊。这就是一直印光大师啊，天天读，天天学。啊，是我们这一天、这一年、这一生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的指导原则，不能违背呀！啊，这叫一直老师。啊，为什么不一直？佛经呢？佛距离我们太远了，祖师距离我们近。祖师学佛学得很像，学得很有成就，我们用它来做榜样。我们几时学它学成了，跟它一样了，然后再提升一级，以佛为老师啊！现在以佛为老师，说的是好听，做不到，佛太高了，你决定学不到啊！跟念书一样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，慢慢来啊。如果说劣等，啊，小学、中学都不念，一下就念研究所，那是骗人的。啊，这个要知道，要小心，要谨慎。啊，不可以狂妄啊！啊，所以这几句开始比什么都重要。下面说了，若立佛别有自法者，不成信心。不成十种圣解，不成修行。这一段从反面来说啊，你不依附，啊，依自己，你很聪明啊，自己有一套法了，甚至说比佛法还高，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诸佛如来没看在眼里。现在世间有没有这种人？有很多，我见过，我听说过，我边都不敢站他。啊，为什么？他太高了。啊，我们心里清楚。经典是标准的，摆在我面前的。啊，所以这样的人不成信心。华严讲的是信心，他没有啊。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讲的六信心，他没有。那是专修净土，求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
六种信心里面第一个信自，自己要有信心，相信自己这一生呢一定可以得生净土，可以永脱轮回，这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信他，他是谁呢？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，啊，一定要对他有信心，要听他的教诲，《无量寿经》、三辈往生、往生正因，这两篇很重要。佛教导我们，我们做到没有？正修、助修都讲得很详细啊！你不能一教奉行，自己搞一套，肯定错误，肯定失败。所以一定要记住啊，总以佛有而为进修啊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学佛从哪里学起？信、解、行、证。啊，古来祖师大德给我们排的顺序吧。啊，第一个相信。啊，相信说你才能入门。啊，你才能求解。啊，解了之后，这个信正信。行了以后，这个信是真信。为什么呢？通过了试验，证明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信心位，这个粗信心是正信。真信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证得了。他八十八品见活断掉了，真的了。这个道理要懂。啊，话说的容易，实际上非常困难。所以末法时期，除了念佛求生净土之外，没有第二个路子，你能够成就信心。啊，依佛陀的教诲，也需要很长的时间。终年累月，锲而不舍呀！啊，我跟你们同学说，我从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，54年，天天在干，没有一天不读经。没有一天不讲经，坐在这个地方是讲经，跟一般客人、佛友往来交谈，全是讲的事情。
不容易啊，几十年如一日啊，才能切入这个境界。我知道艰难，这个路我走过，路上的障碍太多太多了，路上的诱惑太多，你能经得起考验吗？你能够关关顺利通过吗？啊，多少人被淘汰了？我的同学有啊，当初都一样发心，发心勇猛，令人赞叹。啊，没几年淘汰了。啊，总是离不开名闻利养。那里头不能够熄灭贪嗔痴慢，外面没有办法拒绝名利的诱惑啊，这个是堕落的原因。不成十种圣解，十种圣解我们前面在光明觉品里面念的，前面一品经是讲解，这一品经是讲行的，啊，解后起修啊，十种甚深，我们学了。几个人能有体会？几个人能有切入？不要说很深的切入，一分两分。啊，我们假如把这个切入分作一百分，你能够切入一分两分，这一生呢？受用不尽呐！啊，真得利益了，像方老师介绍我的时候说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诸位要把话听清楚，学佛不是佛学。佛学没有办法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学佛才行。学佛是真看啊，佛学是把经教啊当作一门学术来研究，这个不行啊，这得变成世间学术了。所以学术就要学孔子，要学得跟孔子一模一样。学佛那就要学释迦，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，成功了。啊，无论是世间圣人、出世间圣人，同样一个法则，那就是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放下贪嗔痴慢烦恼，
世尊如是，孔子也如是。啊，我们对这些东西要不能够看破放下，怎么学都学不像。啊，你要真正学相的时候，你要彻底放下。啊，那么圣洁得不到，啊，信心不成，圣洁不成，修行当然不成。修行这两个字我们要认识清楚，行是行为啊，行为太多了，世尊把它归纳为三大类啊，身体的动作，身业，言语口业，起心动念意义，行为再多总不出这三大类，这三大类的行为发生错误了，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。所以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。我们对于一切人事物看错了，想错了，要修正过来。啊，说错了，传错了，要修行过来。做错了，更要修正过来。啊，修正错误的行为啊，啊，凡夫错误的行为太多太多。依据什么呢？依据佛陀的经论啊，经论是修正我们思想见解错误的依据啊，戒律是修正我们言语造作啊，身体造作一切错误的行为。戒律是标准啊，经律论三藏啊，帮助我们修行啊，啊，离开经律论，你的标准没有了，自然不成修行。没有经律论，就是烦恼，就是习气。随顺烦恼习气，那叫造业。起心动念是造业，言语是造业，啊，身体一切动业动作都是造业。造作种种不善，所以感召到这个世间许多的灾难啊，是这么个原因。后面这一段呢说得非常好，是苦行精进，是邪精进呐！啊，假设这个修行人修苦行，啊，精勤用功，我们一般人看到都会被他感动。都会非常尊重敬仰他，不知道他是邪精进，他不是正精进。
啊，这种苦行精行呢，后来得不到结果。不能开悟，不能证果。这就错了。错在哪里呢？他不依经教啊，不依佛陀教诲，错在这个地方。勤苦累劫生人天中，一念贪嗔呢，一时分尽。啊，这就是说他最后没结果。别人能不能成就与我没关系，最重要的是看到这种情形回光返照，我自己有没有见思烦恼断尽，才叫真精进。啊，见思烦恼没断，无论怎么样的苦行精进，都是属于邪精进。啊，所以他在人天当中这福报啊，他修行有福啊。不定什么时候一念贪心堕落，一念嗔恚地狱就现前啊，好比火一样啊。佛法把嗔恚比喻火啊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啊，完全毁掉了。人天正法里头，诸位要知道，上面二界嗔恚没有了，它不是断了，它是定功伏住了。色界天人没嗔恚，无色界天人没嗔恚，啊，到什么时候一念贪嗔一时分尽，到他寿命终的时候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非想非非想天人，这是三界六道里面修行功夫最高的。但是他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他的寿命长，八万大劫，八万大劫他烦恼不起，定功啊辅助，八万大劫到了，定功失掉了，烦恼起来了，那个时候就是一念贪嗔，一时分尽，啊，爬得高，摔得重啊，
非祥非非祥天人，命中之后都堕地狱。什么原因？他自己以为证得究竟果位，如来的大涅槃境界，把这个非想非非想天呢，以为是涅槃，很欢喜啊，证得这么高的境界，不生不灭了。到寿命到的时候，怎么还有生死啊？那诸佛如来所讲的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证得了，为什么还会还有生死？这个时候，这个念头，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那这个果报呢？阿鼻地狱。所以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在我们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，时时刻刻要警惕自己，在顺境里头有没有贪心，有没有贪念？有贪念，归除道啊。逆境里头有没有怨恨？会不会怨天尤人？如果有这个念头，地狱道啊。我们自己修行功夫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特别是人事环境，我们跟人相处，看这个人喜欢，看那个人讨厌，没功夫啊，依旧是凡夫。能不能往生呢？不能。为什么？西方极乐世界，凡是生到那里，都是上善之人。他喜欢这个讨厌那个，他不是上善，不能往生。所以往生经上说得好啊，心净则佛土净啊。你要真正修成了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才能往生。这个话佛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无量寿经三辈往生，你看看，中辈、上辈、中辈、下辈，以及后头一段一心三辈，最重要的两句话：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这八个字要记住啊！现在有很多人怎么样呢？他只抓住一向专念，发菩提心忘掉了。经上明明说的八个字，你只要一半，所以你一生的精进努力还是不能完成。没有菩提心啊！什么是菩提心呢？我写得很清楚：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这就是菩提心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
决定不违背这十个字要学啊，就在生活当中学，在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学，学用真诚，没有虚伪，别人用虚伪对我接受，我不可以用虚伪对人啊。这样一来，很多人说法师，那我不是吃亏了吗？不要紧，在这个世间吃一点小亏，将来到极乐世界占大便宜啊！现在小亏不能吃啊，极乐世界没份呐、啊。这个账好好算算。啊，别人用染污的心对我，我用清净心对他。别人用贡高我慢对我，我用平等心对他。别人对我自私自利，我对人大慈大悲。这叫修行。啊，把自己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统统要抹掉啊！啊，在生活、在工作、在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去抹啊！所有的棱角都要把它抹光、抹匀。我们念佛一向专念，才决定。啊，如果只有一项专念，没有菩提心，还是不能得生。啊，重要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发菩提心，一项专念。啊，特别是念佛堂的同学，不能不知道。不能不提高警觉。我们再看这个下面的论文。是故此品下文云：住去来经诸佛之道啊！啊，这个住去来经，去来去是过去，来是未来，经是现在。三世诸佛啊，我们要住三世诸佛之道，这句话就这个意思啊。随众生住，很不舍利啊，跟众生住啊，你才有机会修行啊。众生以不善的心对我，我以善心对他；众生以虚伪的心对我，我以真诚心对他；啊，众生以染污意对我，我以清净心对他。离开众生到哪里修啊？没地方修了啊！随众生住，恒不舍离。啊，就在众生上把自己磨得光秃秃。啊，所以一切这个棱角通通都磨光了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离开众生没地方修行。啊，真正修行人不离众生。如诸法相，悉能通达。这是解门啊，也就是说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你明了通达啊，这就是前面《光明觉品》里面讲的
舍身身。啊，事实真相啊，清清楚楚啊，我们常讲省略讲六个字，啊，诸法性相理事因果，啊，这六个字，性相理事因果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啊，解门呐，真正解了之后，决定是断一切物，具足众生，这肯定的嘛。你怎么会造恶呢？不但没有恶言，没有恶行，一个恶念都没有，人真舒服，真快乐。啊，断一切恶，具足众善，当如普贤色相第一，一切行愿皆得具足。以上名宗取经。这一篇的宗趣，我们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说这一篇经要不要学？啊，我们要不要真干？你真干，你将来得的果报就跟普贤一样，色相第一。啊，一切行愿皆得具足，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心想事成。一名回返小所至心境差别业戒尘怨海居普贤门，啊，这段文我们就讲到此地，正好现在时间也到了。